深深的同情。宝宝来了，捐给国家动物园。用 Shopee 进，你自己要捐给哪一个？拉着去，你要捐给哪一个动物？全部都十块啊！有很多不一样的，你要捐哪一个动物？以后带你去动物园看那个动物。你要捐多少钱？你要捐十块钱吧？你要捐多少钱先？你放一个目标先。捐。五？你在搞笑啊？五十块啊 ，OK。五十块，你要捐给哪一个动物？这个猴子，第一个猴子。你要捐给这个猴子吧？然后，其他的不要捐。五十块全部给这个 Ben， 他叫 Ben， 是这个。你喜欢他 ，Ben。Ben 啊，肯定啊。我还有58%。我的 iPad 还有28%。叫宝宝，去哪给宝宝？你说你要捐给阿 Ben。猴子50块。老爸要捐给 Ben 50。现在排的人是弹回家 ，I am 弹回家。哎呀，大量的花费。老爸只是用上网给你钱，帮你给吧。今天我生日，我捐钱给动物。然后我把50块捐给了一个猴子，个猴子就在。Hey there, subscribe to my channel, and also press this bell icon.爸爸，还有一个许愿呢。姐姐吹一个，姐妹妹给你吹一个。阿姐，你的一口水弄下去啊！这样你问我什么问题的时候，我答对的话，你就给我一块钱。